什么？你这周六要跟石溪求婚？阿姨，你帮我保密。你十里八乡的打听一下，谁不知道我丽芬那是出了名的嘴严？可不是嘛，说是这周求婚，下周领证，年底摆酒，我拦都拦不住，说怕石溪呀跟了别人。真的呀？石溪妈妈有算了嘛，是我没有给足她安全感，难怪她猴急。人浩轩周六就跟你求婚了，你可得装得惊喜一点。放心吧，你女儿这演技可是影后级别的。又来了。这都周六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来，江石溪，我这有个活，来不来啊？今天不行，我男朋友要跟我求婚，如果我要是不在的话，他会很伤心的。晚上我订了餐厅，咱们出去吃。求婚的典型套路，老土。啊，行啊，我去洗个头。嗯，去吧。到底啥时候求婚呀？我这都快选包了。你伸手了吗？哎，这家餐厅蚊子可真多。嗯，这是蚊子。谢，你尝尝他家这个河牛派，特别好吃。原来跟这儿等着我呢。这蒜咬着还挺大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好吃啊？这核桃酥，哎呀，我没跟你说吗？这怎么还有核桃壳呀？你们怎么开餐厅的？把经理给我叫出来！终于来了，我是不是该假装没看见呀？哎，嗨，搁这儿呢。小叶，嫁给我好吗？我愿意。这个餐厅精妙，这个。这都十点半了，我就不应该听我妈瞎忽悠。什么求婚，分明就是骗鬼嘛！哎，导演，那活现在接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但有吻戏，你能接受吗？吻戏、床戏我都不怕。你不怕你男朋友伤心啊？他能有我伤心？寄希望于男人，不如寄希望于事业。等着，马上到。这场戏啊，你演睡美人，等一下呢，你就躺在这里，直到男演员过来把你清醒，你就可以睁开眼了。OK， 好。荧幕出问了，还有点紧张。算了，我就说。好，各部门准备 ，Action。怎么是你啊？演戏谁还不会啊？吃菜就吃白菜心，嫁人就嫁刘浩群。
亲爱的公主，你愿意嫁给我？嫁给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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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拒绝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骗你的，演戏行不行？啊，是挺好的啊。石奇接到了 Kono 的广告，这些全都是品牌方送的，一会儿你就拿回去了。是你自己买的吧？别跟妈逞强啊。妈，早就不逞强了。以前我总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可是后来发现最美好的生活不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吗？不错啊，长大了。是，所以这真是品牌送的。你女儿我现在片约不断，还有母婴用品找我拍广告呢，可惜没当过妈，经验不足，难以胜任。怎么了？你现在可以胜任了。傻孩子，你俩要当爸妈了啊？